对，听说那个 S 级给的奖励不是特别实用。嗯，三个都可以按，先看一下，确定骑士和城堡骑在同一面墙上，但主教与皇后并不相邻，皇后与城堡正好相对。弄丢了。插头，寻找插头，就是马。所以这个是马，这个是确定的，是吧？这个稳了。然后这俩不知道是啥。这是小兵，这个没错啊，这个就插着就行了。Pawn，好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没下国际象棋，不知道哪个是哪个。然后这是主教，Bishop。然后他说什么来着？主教是什么？城堡和骑士不在同一面墙上，那这个是骑士，所以城堡不在这边。然后皇后，主教与皇后并不相邻，然后皇后与城堡刚好相对，皇后与城堡，所以城堡是在这面墙上的这个或者这个。然后皇后和城堡刚好相对，那么皇后不是这个，那就是这个。那么，那就是这个是城堡啊，然后这个是皇后，是吧？然后皇后，主教与皇后不相邻，那主教就不是在这儿，所以主教在这儿。那么这个是城堡，这个是皇后，然后这个是剩下的不知道是什么，行吧。棋子儿，还有哪个地方有棋子儿？啊，你不用告诉我，我觉得我应该能解出来。解谜也是游戏的一部分。刚才监控室这儿。应该没东西了。哎，红草，好久不见红草了。哇，就可以放掉了。哦，我拿到这个了。啊，这个需要王阿姨的那个钥匙腕带。送达耐热保险丝，密码用粉笔写在保险箱的侧面。用完记得擦除。拿到这个就可以升级麦琳了。缆车月台，
做丧尸。侧面。22.8。八要反过来拧。这是散弹枪托，不是麦林啊。他这次避免你念错字儿，他改成了散弹枪，不是霰弹枪。蹦动，检查。哇哦！对啊，麦林不是在那个地方吗？我知道在哪儿。之前我还路过，哎呦操，吓我一跳！是不是这儿不搭这个草，它就不会活过来？是个蓝草，稍微亏了点感觉。再见，再见。绿草，你还装死？手枪枪托在那个停车场，停车场不是拿到一把，地下室拿到一个拧坏的钥匙，断掉那个钥匙，对的，警备后备箱里面。然后那钥匙你在那儿按一下，那个滴滴一下就把那后备箱打开了。哦，就是像一代一样，还要烧尸的，好麻烦那个。这个房间还没有抹干净，还没抹干净，估计下去又是好多这个啥，寄居幼体。楼梯可以下去，这是表，把手还在我这儿。哇，要疯狂的下水道之旅了。应该就是之前那几个没打开的门吧。那儿有个绿草，草他妈不敢下去。是吗？下水道钥匙可以通往下水道区域的，就是刚才我没打开那个门吗？是不是？哟呵，这个还坏了。一定要从对面打开。啊，行吧。反正现在目的就是找那个插栓。我操，艾达躺那儿得躺多久啊？我以为很快就解个谜就可以救他出来了。
was that? 其实又提。嗯。拿着国王棋子再去。这好像是个，就是个坑哎，哪也去不了的样子。啊，这儿可以去。Oh my god, this is getting worse. 哇哦！这个挡路实在太厉害了。换枪换不对，啊，行吧。从这儿开始，那不是前面一大段。不给个 checkpoint， 过分。刚才说哪个？城堡，这边是。城堡和骑士不在同一期，前面这边是城堡，然后主教与皇后与城堡是相对的，这是城堡，这是皇后，那主教插在这儿是对的，啊，行。里昂表，ID wristband required for cable car entry。
是多少来着？二十二八。这个蓝草还拿不拿？不拿了吧。蓝草已经好多好多了。这是录播，跟那个什么不是一回事儿，跟视频不是一回事儿。哎呦我操！应该走这儿。手雷，啊，这地方摸完了，总算摸完了。那这边可以回去了。几只幼体打过了吗？打过一只算吗？对啊，这是重置。东西快拿不下了。这边回去好像是刚才看他要从对面拧开，这把手坏了。麦林两枪真的能干掉吗？我怎么感觉干不掉啊？What the hell was that? Oh my God, this is getting worse.战神啊，新游戏太多了，暂时没空玩。
插一下，插一下。Shit！ 我操，子弹也太少了。匕首，零耐久匕首出现了。装备，不知道刚才这个能不能绕过。既然干了，那就去搜刮一下。应该直接拐弯，从这儿拐弯就行了吧？前面是不用去的。我操，还有！那条道不知道是干嘛的，但是我现在暂时可能回不去了。哇，你看红草来了。有时可以挣脱，有时不可以。对的，随机的。但如果你有那个防御性的这个武器的话，是必然可以的。但它背后就不行，背后的防御武器都用不了。哦，国王的来了，操！这。蓝草，蓝草没用。皇后这是 ，Queen。这是 King 国王。里面是把火焰喷射器。蓝草不加血量的，这也是亏。我把这个拔下来。先插回去。这也是 king， 反正这又要有 queen 又要有 king 才能开，这是我来的路吧，这是我来的路。那我先把这个 queen 拔了，插那边吧，我至少可以去下个区域。这个插这儿，这个插这儿，然后走这儿。王国在里面，国王在里面，什么呀？国王。哦，这边拔了以后，那边可以插回去。原来是这样一个谜题啊。
不过火焰喷射器我也拿不了、哎。我操！这个太贱了，这我怎么知道啊？对对对，然后再插这个，不过还没格子了，拿不了了吧？可以从这边出去，拿了以后，然后再挨个回收，怎么办？这也他妈尴尬，但是够格的话，火焰喷射器就拿不了了。要么拿那两个旗子回去装，要么是吧？要么拿那两个旗子，要么这个拿火焰喷射器。那旗子是不是还要再拿回去？是吧？城堡还是主教？这俩旗子是不是不用拿回去了？就差一格，要拿回去的，干哦！但是不还有个城堡了吗？草药已经不能合了，已经合成一个完全无法再合成的状态了。但我现在都出不去。刀扔了，丢弃。这边这个我现在没有蓝草，我根本就没拿，好吗？想想这边蛋疼米奇先插再说，这个虽然是要插 Queen， 但是它，哦，这边拔了也可以从那边绕回来，不过那边跳下来好像，这边跳下来是什么地方？啊，不行，这边就回不去了，这地方好绕啊。无论如何都是要有两个格子来这个啥的，来周转的。咬着人吃了，刚才被咬了一口，不亏吧？
真他妈蛋疼！好好，我觉得应该可以了，两个都能拿回去了。啊，走走走。还有一个绿草啊，蓝草不要了。然后出门还有一个鸡，这才是最头疼的。这还有这个，只能用手枪子弹了。这好像没什么提示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怎么办？溜了他，要不我也溜？还想跑，跑不掉了。这是表。哎，我就让他挡我路。刚好挡在这个地方。哇，子弹真的是特别紧张。多了一把火焰喷射器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火焰喷射器是打威廉的吗？吃一个这样。这把我觉得用的挺值，挺划算的啊！打植物的，这样。OK， 这样要腾出一个格子了。这样，但是没有随身那个武器了，没有仿真武器啊，小心一点，一旦被鸡逮到的话就是死。原路返回。下水道底层居然还没搜刮干净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干！路过的话，他应该……哎呀！啊，你看这不是抓个正着他就没事儿。不打不打。那一发子弹让我过去。也比全部打死好。两发麦林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不是还想回去了？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，打死鸡只幼体要不知道多少发麦林。刚才过去还是50多发手枪子弹，现在就剩19发了。鸡只幼体下水道那儿的麦林拿了吗？没拿。麦林子弹吗？但是你要回去还要打死一只鸡只幼体，那我两发麦林还不够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觉得这个也不要了。把这俩插上，刚刚说是什么来着？主教、皇后、
三五发吧。城堡的骑士，那城堡在这边，然后皇后和城堡是相对的，所以皇后在这边。皇后，然后这边是城堡，然后这边是个小兵，然后这边是个主教，主教和皇后，主教和皇后并不相邻，对，所以主教在这儿，皇后在这儿，然后这边应该是个国王嘛，他啥也没说。好，不恰饭，现在应该原路返回，是不是？因为现在拿到这把钥匙，所以说可以把那个城堡的旗子给拿过来。哎，不对，这是刚才去拿国王旗子的地方。我是从哪来的？从走电梯来的。电梯怎么在上面？我，嗯，我不是坐电梯来的吗？完蛋，晕了还行。中央处理池，不对呀，啊，我要从这儿绕回去是吗？从那个月台那个有水的地方绕回去。那我还从那个僵尸身边过一趟。因为蓝草，要碰到这个僵尸了，一个秃头，你埋伏我是吗？别出及时又起了，我还真出来六六六六六，以前下水道超级超级贴心的，就两个硬币，鹰之硬币，狼之硬币，然后就走人了，就过了，特别人特别善良。这次这个什么什么鬼都是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又多了两个。这个人绝逼要起来，你信不信？
插座在这儿，但是我操，还得回去啊，是这意思吗？对的，真尼玛难。能咬了！哎呦呦呦，亏亏亏！休息室，爵士音乐 CSZF 是这样的。好，抹干净了，回到工作室去。这把钥匙是不是也没用了？我操，还有用。我操，这什么鬼啊？这又是干嘛的？掉下对面有个门，是刚才我进去的门，怎么了？掉到对面还有一个门是吗？哦，这样的，那我先插上，但是门口都是人，好麻烦。这下没用了，注水室，火药大是什么东西啊？能制作出两倍的弹药啊？那一大一小会怎样？那这个就很明显是这样喽，高级加这个喽，是吗？高级火药，这是表观，是的，表观，是不是两倍就六发喷的子弹？先不做，去存档那儿存一下再做。这是干嘛去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弹药吃紧吗？很吃紧。
哦，是这个。那我还得带上那个啥，Stars 徽章呢。是哪个地方？这上去是那个的。对，这是去打机的。我记得是有一个储物箱来着。现在还要回警局干啥？警局东西应该没了吧？这个留着大和麦林是吗？但这个不是火药大，不是不能合，要两个高级火药才能合的吧？火药大，要么合手枪，要么合喷子，没有别的选择了。这个先放，还有死胶卷，但是那个谁，暴君还在警局里。地下下水道虽然有鸡，但是至少没暴君了。那这俩先合了。行。局长办公室，李阳进不去的。这里已经可以拿麦林部件了。黄考选，刚才那一波太亏了。没用了，应该。长枪管，减少后坐力，进一步提升杀伤力。看一下会不会多子弹，并没有多子弹。那这个还要拿走是吗？这莫名其妙。杀鹰的红点瞄准器有什么用吗？这个存了，这个没用了，已经。城堡插头也放着吧。这个胶卷留着，这个留着。身上再带把那个啥，带把仿真武器吧。格斗匕首有两把，带一把。手榴弹挺多的，要不带个手榴弹？还是说手榴弹比较厉害？带个手榴弹。手榴弹扔掉还可以，这个多个格子出来。那个匕首他妈插掉了，我总得把它弄回来。尤其是那还有，好，这个可以插三次的呢。
阿尔伯特就是威斯克的，是的，阿尔伯特是名，威斯克是姓。想一想啊，暗房怎么过去最快？从西部办公室出去，然后绕一圈。尸横遍野，这是。但是我还听到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甜甜，好像是甜甜。杀完了有问题吗？马文死了呀，就死在门口了，你没看见？藏身处啊，威斯克的桌子有那儿，然后还有是 Stars， 这哪儿？收音机在哪儿？啊，收音机是作战会议室吗？是那个记者那个房间吗？那个房间我不想去了，那个房间门口超多人。不是记者招待室是哪一个？指挥室是这个吗？是这个暴君破门那个地方，那样的话还可以，这个房间我可以接受。这个房间太凶残了，这个房间我一点都不想进去。档案室，那么先去楼上，然后拐下来。 Stars 的办公室有没有近一点的路？从图书馆走，穿淋浴房，差不多，要么从这儿上去吧，然后从图书馆出去。啊，这一趟走的应该会很艰难，我觉得。晚上好。这里有一个人，我记得还倒追我，掉下去了。这个阿姨醒过来了。这是追追走廊。通关手，其他子弹没，手枪40多发。啊哈，一个没喝，三色药还剩俩，那你玩的还不错哎。哦，看了照片才能拿到这个东西是吗？木盒，又是个胶卷，木盒是干嘛的？哦，杀一瞄准镜，又是个胶卷，我刚洗了一个胶卷。这是 Rebecca 的那条卷吗？我敢打赌，基本上稳了，应该是这个。那还是回暗房吧。行吧。Rebecca 不是被雪藏了吗？洗一下，洗一下。Rebecca 领带以后就失踪了嘛？也感觉也既没有参加这个，也没有参加那个，一直到那个电影里才回来。Rebecca 是个刚入职的，他是个化学，
专业的，所以他不太适合对付这种场面，所以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儿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后起之秀 Rebecca， 原来配的文字好像也是后起之秀。把这个瞄准镜给装上去。有一个红点，有用吗？没啥用好像。是的，店里还挺好看的。那就这个人，狂热粉丝从楼上掉下来。官方好多坑没填呢，不着急。就这个丧尸在抖一抖一抖的，林黛用了兵器布连膜，是的。想一下，是从这儿走，应该没错。这个人在这儿干嘛？哪有收音机？哦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老哥，走了，再见。是的，林黛那个谁才惨，宝藏猎人，林黛那个 Billy， 还有那个 Steve， 还有那个三代的 Steve 是 CB 的，三代里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呢？卡洛斯 Carlos， 三个都毫无音讯，就也不交代，反正就再见了，你们以后再说。OK， 那么基本上就剩回去了。警察局一日游，可以回下水道，应该不用再回来了吧？继续下水道了。我们这个晚上见，我先吃饭。